大家都知道吃鱼好健康，吃鱼可以预防心脏血管疾病，可以让小孩子变聪明。但是去年的时候，我们的卫福部呢提出了几个重点，好，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甲基汞的限制，但现在呢，这个卫福部呢有一个限量，好，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林口长庚医院毒物科主任严宗海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如何安全的吃鱼，然后汞不会过高的。欢迎严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我想主持人刚说的这个蛮重要的啦。其实大家有时候大家想说多吃鱼是好的，是，所以很多人都想说多吃海鱼是好的，是，因为海鱼里面有一些什么 Omega 三的脂肪酸，多吃海鱼的话，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抗癌。其实我想多吃鱼是好的，就说那可是我们吃海鱼的话，还是要注意，就说在某一些深海大鱼，像什么金鱼、鲨鱼、旗鱼、鱿鱼这种尾鱼，这种深海大鱼的话，其实它是在我们食物链的顶端，是，所以这种深海大鱼，它在海里面搞不好活了10年、20年，因为我们在海洋现在其实工业上污染也蛮严重，所以在深海大鱼有时候就会有一些甲基汞的污染，甲基汞它是一种有机汞，所以说甲基汞污染的话，我们就担心说如果民众吃深海大鱼的频率很高的话，搞不好就无缘无就会甲基汞血液中含量就高，就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所以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的食药署，我们的卫福部的话，其实它有定一个建议含量，他认为说如果民众体重是50公斤，你一个礼拜要吃深海大鱼，最好吃半个巴掌大，就是手掌的中间的这一块，对，一半而已哦，一半，对，体重50公斤哦，只能吃半个巴掌大，对，大约80公克，所以代表说如果民众我们今天要去吃日本料理的生鱼片，我就要提醒我自己说如果我的体重是50公斤，我就吃半个巴掌大，是，所以你不能拿2盘3盘就超过、这个大概只有一点点而已。 对， 对，然后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这样建议呢，它主要是认为说甲基汞它有大脑神经毒性，是，对，它有神经毒性，所以要尽量就减少暴露。而且我们在医学上我们都知道说汞它有分3种形态，有分什么盐素汞、有机汞跟无机汞，是，甲基汞是属于有机汞，像甲基汞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没有解毒剂，像有些汞中毒是有解毒剂螯合剂可以用，可是甲基汞是没有，所以我们的政府就建议民众说我们要吃深海大鱼 OK， 可是你一个礼拜50公斤体重不能吃超过半个巴掌大。然后他有提到说有2种人、有2种人我们要减少，尽量不要吃深海大鱼。第一种人是怀孕的妇女，因为肚子里面还有个胎儿宝宝，那还有婴幼儿，是，对，因为那个婴幼儿大脑的组织还在发育，所以说甲基汞它会影响到大脑组织神经的发育，所以说这种婴幼儿跟怀孕妇女建议都就尽量不要吃。是，如果说婴幼儿或者是这个怀孕的妇女，其实我们都建议吃的鱼呢，怎么来看？对，在盘子里面看得到头跟尾，或者是把手掌拿出来，就是巴掌大的鱼，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来源。严师，那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吃这个大型鱼，又不想要吃到这么多的甲基汞，是不是有哪些部位我们是不能吃的？对，没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都认为说，其实如果说特别是一些内脏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环境毒物啦，不管是重金属，不管环境荷尔蒙，或者什么一些什么残留，全部都容易累积在内脏的部位，所以说如果深海大鱼大担心有甲基汞的话，就皮啊、内脏还有脂肪一些组织，尽量是我们只吃肉了，也许就可以减少吃到这种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些危险性。其实它不一定甲基汞，包括搞不好环境中有一些什么代奥辛啊、那多利联苯啊，搞不好一些环境荷尔蒙也是容易累积在内脏，所以鱼头啊、内脏尽量都少吃。是，其实以前我们家在煎鱼的时候，林医师都会要求我把皮先去掉再去煎，哈，就是大型鱼啦，哈，他会说，把皮去掉再去煎，因为他说在这个美国有一些研究，去皮去煎呢，可以减少40%左右的重金属，所以我们家煎鱼会先把鱼皮去掉。对，那
严医师，这个我们知道吃鱼很健康，那我们刚刚讲的它巴掌大，还有就是呢，这个在盘子里面看到头尾，那鱼头、鱼皮还有鱼内脏不要吃，这样就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个健康安全的吃鱼吗？对 对, 对，会比较好一点。不过我。那同时我想烹饪方式也很重要，我们就说我们还是想说一般的料理就要不要过高温啊，鱼拿来炸，像英国人他们流行说礼拜五都一定要吃炸鱼薯条哦。那如果你鱼是很健康的，你是高温 来炸的话，搞不好也会破坏掉，就是变得不健康。因为是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大家都很害怕的，就是早年我们在补牙，对，那就会补这个银粉，对，这个会造成汞中毒吗？对，没错。我想主持人说这个主题，我就让我想到很多年前啊，我在林口长庚看诊的时候有个个案，是一个外国人，是一个加拿大一个中年妇女，她就告诉我说她整个嘴巴几乎一半以上都补银粉，就很多颜色，然后她说她在加拿大的时候，她就看过加拿大的很多医师，她问她说我补银粉，银粉大家都说里面有汞，有盐素汞，然后她想说要不要把它拿掉，她问了很多加拿大医师，然后加拿大医师都跟她说不需要拿，不要，对，可是她还是很担心，她跟我说她常去看健康书籍看报纸看网络，她越看越知道说也是汞是有毒性的，他有一天来挂我门诊，他说那医师你是毒科医师，那请你帮我评估说我有没有汞中毒，我听他这样讲后，我第一次来门诊我就把他验血液中还有尿液中的一些汞的浓度，看起来全部都正常，然后我后来我就跟他解释说其实我目前根据我们医疗的一些准则是不需要拿掉的，是因为无机那个盐素汞的话，如果在银粉在你的牙齿里面，你把它拿出来，搞不好它挥发在空气当中吸到，反而造成一些毒性，所以我建议它不要拿掉，跟它和平共处啊，而且反正你现在身体里面血液中尿液中汞的浓度都正常，我跟他解释后他很满意就回去了，他还跟我说谢谢，他说我在加拿大我挂号医生只要跟我说不需要，然后就没有检查，他说我帮他做检查，他说我们他有健保啦，他说我们台湾有健保，有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做检查也可以让病人比较安心，是证明说他没有汞中毒，是，所以这个牙齿的这个已经补了银粉的其实也不要紧张，也不需要再去把它挖掉，就是跟它和平共处，对对没错。那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这些汞中汞的来源那还有哪些呢？还有就是说很多民众都会想说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日光灯打破，我就要蛮注意，因为日光灯里面都会有那个盐素汞，也要注意说如果你日光灯在家不小心打破的话，要记得，因为我们盐素汞造成毒性就吸到，所以千万不要用吸尘器去吸，这样子哇，搞不好空气中都是一些盐素汞，搞不好就会伤身，如果万一我们家里不小心把日光灯打破或什么水银温度计打破，要记得用扫把轻轻的扫，然后再把一些玻璃碎片还有水银把它集中在一个袋子，再拿去丢，而不是用那个什么吸尘器来吸，这是不对的。还有我们在医院里面常看到有汞中毒，大部分都也是一样的，来路迷的草药啊，就不小心就含有汞，那民众误食就当汞中毒，就来医院来看诊。今天谢谢严医师告诉我们这么多汞的来源，还有要如何避开汞。那谢谢严医师，也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还要记得去按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